记者罗子欣台北报道。金曲歌后蔡健雅今年赴法国巴黎当学徒做面包，热衷甜点的她近来获邀担任酒店品牌大使，跟酒店合作推出自己设计的甜品 Breathe 呼吸，展现音乐外的其他才华。昨晚也与酒店举办 VIP 音乐会，献唱十首歌曲，酒店也以空白格、红色高跟鞋、达尔文、陌生人推出四款新式鸡尾酒。别具巧思，对于这次合作，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品牌及市场总监孔乐先生表示，很荣幸能与蔡健雅这样激发灵感的音乐人合作。蔡健雅则表示，我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探索之旅，享受环球旅行带来的出乎意料和不同寻常的经历，未曾品味的美食，独特的文化及意想不到的风景，当夜幕降临，这些都成为我在酒店时光中的灵感之源。他也预告正在筹备新专辑，预计今年推出。蔡健雅担任万丽酒店品牌大使，推出自己设计的创意甜品。环球音乐提供，蔡健雅担任万丽酒店品牌大使。环球音乐提供，酒店以蔡健雅的歌名推出四款新式鸡尾酒。环球音乐提供，蔡健雅十分热衷甜品，跟酒店合作推出自己设计的创意甜品 Breathe 呼吸。环球音乐提供，